你好，我是徐建伟。今天去长岛叫一间 Flaming Grill 的自助餐吃嘢。平时午餐10.29抵啦，食完过隔篱嘅多啦，吹框一框。冇乜特别要买啊，净系买咗两个大碗。多谢收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咯，多谢，拜拜。